日前有网友曝光了张杰先呢与张智霖袁咏仪聚餐后一起压马路的视频，四人穿着打扮低调，走在路上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丝毫看不到明星光环。当天谢娜穿一件白色短袖搭配红色半身裙，头戴黑色渔夫帽，打扮低调简单，两对夫妻一起出街，双倍的狗粮，双倍的甜蜜。谢娜和袁咏仪似乎有聊不完的话，两人或者牵着手或者挽手臂，边走边聊，关系非常要好。张杰和张智霖给了妻子们最大的空间，两个人就默默地跟在后面。有网友调侃，两位老公这是妥妥的护花使者啊。谢娜亮亮太幸福，走了一段路后四人又并排聊了一会儿，最后告别时刻，张杰谢娜夫妇和张智霖袁咏仪夫妇互相拥抱，尽显亲密，依依不舍，感情太好。随后张杰谢娜两人又自然地挽上了手，一起过马路回家。他们走得很慢，气氛愉悦又甜蜜。喜欢就订阅呗。